扔到这心爱的孩子，好一幅其乐融融的全家福啊。您再仔细瞧一瞧，我们的水晶符和我们的福宫依次而出，并且向爸爸的嘴里叼着一支香烟。不过他也知道这个画廊是特级防火区，是不能吸烟的，所以只是把烟叼在嘴里化作烟影而已，并没有点燃。最后方金鸡报喜，前方有一座石峰顶上，紧紧长着一颗神似魔仙的小树，一看就是走向